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心理解压节目《非常幽默》，你也可以叫我们小默默。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逗你笑。我是雨燕。之前说我们栏目有三个胖子：川少、翔哥、哈哈曹，号称呢是非常幽默的三字大山。现在峰哥又加入了进来，所以呢，吸收了峰哥这个重量级成员之后，三座大山正式更名为四大天王。这四个大汉加起来估摸着得有一吨重吧，不是嘲笑他们哈，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，这证明了咱们人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呀。照他们这个身材继续发展下去，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也就不再是大象了。我说了这么多，我不是嘲笑胖子哈，我真的觉得呀，胖子特别的亲切喜感，你们接着往下看就知道了。奇葩大作战，来吧朋友们，跟着我的节奏跳起来。小朋友，你这舞姿可以说是非常灵活可爱啊。狗子，老实交代，上次是不是你给小偷开的门？好狗不挡道，麻烦让一让。咦，这个胖子能过去，那我也能过去吧。让一让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吃我一记神龙摆尾。哟呼，骨头还挺硬。再来一招甩臀功，完美。又是一个演技派呀、哦擦脸喽。狗子，你给我下去。每次洗了脸都要到我床上擦，知不知道我的床上用品很贵呀。你给我闭嘴，懒蛙不擦屁股已经很给面子了。亲爱的，雨太大了，你待在车里别动，我来接你。喂喂喂，我的伞、啊、算了亲爱的，你还是自己出来吧。第一次当花童，应该就扔个花瓣就行了吧。我真不想来，他们非要我来的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无奈呀、啊。撒撒花缓解一下尴尬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赶紧丢完收工回家吧。一位主人想看看，如果家里进了贼的话，狗狗会有什么反应，于是假扮成盗贼潜入了家里。让我们一起期待狗狗的表现吧。咦，你是谁？主人不在家，麻烦你等会儿再来好吗？什么？你是来陪我玩的？太好了。主人，你别装了，我早闻出来是你了。